2001年的 Panda Stream。有看小四的节目就知道我没有本田魂嘛。这一集我想要自清说我没有本田魂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真的也是一台我魂牵梦萦很喜欢的一台车子。因为这个车很少会释出到二手车车行，台湾当初只有出，我记得就一年有而已，好像2001年有而已，我印象是这样，没记错的话。虽然数量是很少，卖完就没了，134000成交。最后2001年的时讯，好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成交价134000元。那这个回来简单的做一下整理，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大家有个影片可以看一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，Yes。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嗨，来了 ，Steam，Stream 是派游戏黑吗？黑是 Steam， 猜个 R、好，我们今天终于把它挖出来开始整理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台外观大概要整理哪些地方，好不好？一个应该是跟阿呆一样吧，这个贴贴纸的地方应该是不是掉漆？我在想这个保险杆应该是要烤漆了，有啊，我看到这边有掉漆了。阿赖，你觉得这护罩黑色会不会很奇怪？如果同色会更奇怪吗？我觉得把 mark 贴回去就不奇怪。啊，它缺一个 mark， 对。好，我们再去找一个 Honda 的 mark 把它贴回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大灯就抛看看喽。那轮圈的部分，我觉得它换的，其实它这个轮圈换的很保守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应该要有一点 VIP 式一样，换那种很薄很大的，视觉感饱满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避震器也没改，妈不知道是改回来还是没改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改回来的。这个应该是这个16寸的，它这个16寸的胖胖胎哦，视觉上没那么好看，但是应该有兼具到舒适性，所以它选用这个胎，要不然就是改掉了。哎，碟盘还不错。好，所以这个框我会留着，胎的话让下一个车主自己换吧。好，它胎纹蛮深的，但是年份有了。其实它需要烤的地方没多少呢。哦，后保杆一点点不花，省起来，我们应该要把大部分的钱花在机件上面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有一点小三痕，哦，看为了这条烤漆很讨厌的，我们把点漆点一点就好。这一集这么省啊？没有啊，我主要是要底盘跟引擎啊，底盘、引擎啊，美容啊，然后内装我觉得基本上它只需要美容而已，它内装真的也照顾得很好看，做一点小记录嘛，蒙拍，你要大改造那种哦，如果你要大改造，修理厂都做不出来了，不要闹了啦，修理厂做不出来就算了，我们的车位也停不下了，不要再闹了。我们同时间已经4-5台在排队了，等一下我们要出去试开一下啦，因为我也还没开过这个车，所以我想要看一下是什么感觉，然后顺便试一下说它的引擎、变速箱啊、底盘啊有什么问题，先做一个初步的测试。啊，我们已经有换一个发动机油管了，你看这边油漉漉的，之前那边喷油，我们又帮它换条新的发动机油管。哎，这一支是换好的，因为它的油管坏了，这边有没有做新的？整洁都是新的，对。它这个管子是沿用旧的，它这个橡胶管是做新的。高压管，它原本之前这边爆掉，所以会喷油，喷的整个引擎室都是油。那我们现在把它装回去吧，走吧。有没有？你看，这边喷的全部都是。我知道，超阿油，要先预先煮起来，因为这些管子这些都要拔起来，才有办法送去送修。对啊。哟，它新的油令已经装上去了。这个是旧的。我们现在要先把旧的有坏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换新的东西一定就是把它换掉，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啊。好了，刺激的来了，最刺激的就是要把它穿过去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雏形跑出来了，好了，收工。这么快啊？没有啦，再来才是痛苦的开始，好不好？等一
着我们就要来排空气了。它当然就可以动了。排空气在这边排啊。哦，这边排。对啊，还没欸，那边空气已经全部都还没装欸，那边都拆空了啊，你没看到？看，油太黑了。这是它的油壶，你有看到？整个都黑的，好像看不到底一样。用眼睛看是整个都黑的啦。对，只是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。好了，等一下就需要你的帮忙了。好，我要帮什么？要帮忙发动转方向盘。哦，好。左右转到底，等一下哦。先来加油哇！因为他本来你可以先去发了，可以发了。对，发了之后要左右转，慢慢转哦。好，可以发了。对，左转，然后右转，对，两边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太棒了啦！没有声音，不用换棒谱了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感觉不错，没有声音，是不是？没有声音，太好了。接头这边没有漏，要看接头有没有漏，然后看里面的接头，里面的接头比较不好看，那个下面那个。好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漏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装了。加空气也排完了，排完了。你刚刚在转的时候就是在排空气。哦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剩下的就是美容部要有的洗了。嗯，好。其他皮带做人都很新的，你看这做人新的。哦，亮晶晶。好啦，引擎的部分就让专业修理厂顶起来去检查。哎，它这避震器上面还有点点呢。搞不好底盘应该也没什么声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去测试一下。我也没开过这个车，顺便测试一下这个车开起来是什么感觉，然后测试一下状况。走，应该问一下泰山的心得哦。泰山给人家开了一两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左右，一天而已的。啊，开一天而已哦。嗯。啊，我知道他开一天被他开坏那个油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开完就坏。哇的，不要说我晒，哇，我觉得泰山比较晒吧。我是新车杀手，他是旧车杀手啊。给他开到爆水箱的也有，开到怎样的都有。他这内装其实真的保持的还不错哎，这真的是有照顾车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去试一下这个车的。他为什么不能？他不能吹？他不能双吹哦。双吹怎样？两个人吹？双吹怎样？我了解一下什么叫双吹。但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啊。他不行啊，他也是只能选一个。我的习惯都是这个跟这个。啊，还可以自动，风向也可以自动，这么神奇。他怎么知道我哪里特别热？啊，我归烂爬火，他家吹下面，他怎么知道？这风向 auto 的意义是什么？ OK， 好，出发。其实引擎也不抖啊，虽然感受到一点点震动，可是我觉得在 H 牌这种震动算是很小的。好，走，走起。不错啊，熟悉的感觉，最对位。哦，后面一直听到那个很浪的声音，刚刚塞回家了。这种有点累旅行车，真的有点最大问题，有没有？后面只要不知道是放了点东西，还是内饰板，还是放了反光牌，你后面砰砰砰，那你就觉得你很像在开瑞斯啊，还是福利卡之类的那种。我觉得这种旅行车厢车就是很容易会有这种质感不足的声音出现。你听到那个啦啦啦，你就觉得你像开货车，你不觉得？你以前有啊？你公子哥哦，你没有送过货哦。你知道现在那种六年级生中年男子，他妈出来抓龟头的时候，都一定讲，我一炸上火的时阵哦，我跟你讲安怎安怎，有没有？馆长也会说有没有？对，哦，都他说以前哦，我开那个三顿半怎样怎样哦，送货热的要死，没冷气哦，啊，拖到身掉嘎啊，我这边怎么有的没？哦，那个在那边搬重的有没有？所以现在那种中年人六年级生，仿佛以前没有送过货，骨髓不好。底盘，我排除掉后面的那个后车厢那个也不是底盘的声音啊，这底盘真不错哎，看这车这么好开，他为什么要卖啊？这车很好开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这车很好开，没有声音啊，好像没有特别的声音呢、啊，都没有啊，刹车也很好啊。我们这我看我们倒车线，有啊，这车可以直接卖了呢，削一波了吧？可以直接上架了。我觉得可以直接上架，怎么办？这还要排吗？哎呦、啊，这有点坏掉了。
可是这应该不修了吧？还是可以放，是松松的。杯架吗？嗯，杯架松松，当然还可以用，当然杯架是可以用，一定给人家放太大杯。日本没有这么重的饮料，你知道吗？台湾有、啊，还有以前他那好的啦，一种有无？有无？这台湾有这种鬼东西啊？反正高速公路不用上了，车毛开又毛上。这个哦，就到时候小陈没空的话，我在想说找别的修理厂也可以顶起来，耗材都给他检查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刹车也很够，因为刹车我现在踩起来感觉上是厚的啦。哎、欸，隔音也不错呢，风切声还好呢。我认真讲，对吧？不错，还不错，很舒服呢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是很棒，又有空间，又舒服，又不怕撞，因为我够便宜啊。你跟人家配不会输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怎么配十几万而已？哎、欸，这不错啦，难得，这好东西耶。其实这台车收了以后，之后我们还再收一台，你知道吗？白色的。对，我们还再收一台白色的，那台被我们员工买走了。我知道，很贱，银色不选，要选白的，超贱。我顿呆了一下，我想干，我心里想说，你为什么不买银的，你要买白的？我本来那时候不爽，说干，我就把它改的比你的还帅。我想想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为什么今天拍的影片？虽然这个车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整理的，那我们还是拍个影片记录一下，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们每天其实有很多的素材哦，我们都没有办法，都懒得拍，因为觉得东西太少。我们都想要给观众看很满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就造成说，其实有时候无形中也是一种浪费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以现况收回来，2001年嘛，二十几年的车来讲，这台现况回来，我真的觉得就是一台啊，这个考一下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觉得以这个年纪的车收回来标准来看，不能用新车的标准。我觉得这台车有90分，我觉得这个车是璞玉中的璞玉，再买回来哦，就算真的认真要改，都一定不会花得像阿呆那么多。哦，这台哪要用阿呆的钱去改，我来讲飞天了，应该很完整哦。我直接 Type R 了，我跟你讲，在这边 Type R 手牌了，那二三十万那个找个那个红头的方去，哦，手牌都来了，用那个那个叫 EP 哦，是不是 EP 啊 ？EP 3是不是？你去查一下，我记得这一代那个时期叫 EP， 七代奇美的泰牌啊。那 EP 3其实我蛮喜欢的。之前阿吉有一台卖，我看到 FB 的时候太晚，我问他已经卖掉了，三门。可是那台车卖不好，因为那台车太高了，车厢太高了，那人家就觉得说没那么沙，你知道？所以那一代其实七代的奇美性能版卖不太好。你看六代跟八代都卖很好，就七代卖不好，因为那个车长得就不像性能车，没有人要买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一台其实就很像 Stream 啦，车头的部分啦，但是呢，就是缩短版的啦。啊，头灯也跟这个很像，它头灯是三角形的，也不算三角形 ，T 型的，就反正都很像啊。你自己去查照片，放给观众看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回去把这个该用的 QQ 一个简单的整理。不过底盘开起来确实我开没什么意义，整个引擎跟变速箱状况也都非常好。这个认真，你如果真的想帅 ，Lincoln 真的要像我讲的，要换那个大饼的那种。大凹的那种，哦，那就生存的，对，那个就帅起来，整个就帅起来，直接参加车去，改个轮框直接可以参加车去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四个轮框改起来比这台车贵，啊，总价比这台车贵，啊、哦，那老车整理就这样哦，每次都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就是有没有爱而已，随便要花的比这台车贵两两的，轻轻松松，很好开，90分，好、哦，接下来继续分享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
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爱车小搞搞。小搞搞，要不然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想之后我会请这些死菜鸟，媒体部的死菜鸟这几个，以后都要让你们拍小搞搞的，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翻新的，不要每一次每一台车都大成本，久久来一个大成本的，我们还撑得下去。像上次那个 Lancer 也才30万观看而已，30万观看补贴3万嘛，观众都知道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最流行的老高，最近在沿上的老高，他一个月多少钱？你大概就算得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嘛。30万大概3万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老高的年收入多少。好，不计算那个周边商品嘛，5岁抬头那个有没有？还有那个狗啊，力气的那个啊 ，T 恤那个不计算嘛，你就可以算算他 YT 的收益有多少。哎，我们讲到那边，好，那基本上呢，这台车弄了什么？我记得只有烤漆一个保险杆而已。好，因为原本呢，这个前一个车主就已经照顾得很好了，而且他一些套件、铝圈。还有轮胎皮，好，其实都是还蛮完整的状态。那大灯那时候有一点泛黄了，好不好？最高等级的大灯翻新，我们把它放好。哎，这灯翻得不错呢，起来就稍微炯炯有神了啦，哈。然后再维持它原本这个熏黑的，它这个之前就换过熏黑的灯了。五油三水那些都不多说了，方向机总成，因为有漏油。那时候开虽然是没有声音吧？对，没声音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开那时候去试车是没有声音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检查漏油，好，我们就是先把它换掉。好，然后这个前后避震器呢，虽然我们开也没有声音，但是呢，也看到有漏油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也把它换掉了。好，再来这哦，定位的要做，再来就是拉杆和上。状况比较差，好，就一并也都换掉了。方向机的油管也有漏油，把它换掉。哎，其实还好，这台车其实回来整理的东西不多，哎，但夯不啷当，搞一搞也4万多块，是怎样？所以我跟大家分享，这个老车真的随便弄一弄哦，真的就要花到那个钱啊。这个车所以回来呢，我们小搞搞小弄弄，已经算是最省的花费了。而且我们还不能保证这个车回去你后续对不对？还有一些耗材需要换，因为我们今天更换这些应该全部都是耗材嘛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整理到一个程度啦。那有缘的人接手回去，再继续好好照顾它，延续它的生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车子，美容也美容也做好了 ，IV Take 有没有？引擎室来，我拉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拍这个 Stream 的这个结尾啊，真的是又让我又一阵难过起来，因为我们刚拍完那个喜美，喜美，对不对？这个惆怅感就整个都起来了。我认真讲啊，不要算了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再讲了。好。不要认真讲，随便讲一讲。不是这个车，我觉得它以它的韵味跟我们以前记忆中本田老屁股的精神，这个车我是会想开的哦。我认真讲哦，我是会想拿来自用的车子哦。以它的稀有的程度啊，还有以前那种本田美规的那种精神啊，来看一下。哎呀，经过我们的巧手整理。阿呆，你再特写一下这个引擎是 IV Tech 双凸轮轴，好，给观众朋友看。这个整理完焕然一新，贴纸都在，板件都是原厂，太好了。其实它内装本来呢就已经保持的也很完整了。好，那经过我们整个整理之后呢，就是干干净净啦。啊，时讯自用还留着。哦，后面的尾段也还在。哦，那有保留了它换的尾段啦。你如果想要这个加速比较有回压一点，你就要换回原厂。好，比较闷嘛，比较顺畅。那这个就是会有一点点声音，让你开起来有一点点的快感啊。这个当时那时候买进来的成交价格是134,000元嘛，这样整个整理起来呢，也将近20万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呢，这个我们会放在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的官网新开辟的现况专区。所谓现况专区呢，就是我们把一些这个比较整理到一个阶段，并没有整理的那么完整的车子，好，那想办法用比较没那么高的利润，直接在上面类似批售的方式，给这个对于车子有兴趣，而且你有准备能力的人，或者是你对于整理车是有兴趣的，然后你有这个开老车的这个绝对的认知的人，好，你再来购买。那陆续呢，因为店里车真的太多了，我们有一些以前收回来比较经典、比较稀有的冷门车或是老车，好，我们可能都慢慢的把它整理到一个阶段，那就把它放到我们的专区去卖。所以有兴趣可以去我们官网看一下现况车专区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老屁股的话，我觉得就蛮适合你。好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本田魂，看一下本田魂在哪里。魂啊！